真正诶，甲我以前我做诶迄个味啊，拢同款啦。你好，嗯，歹势啦，我看你讲爸这年导演，我是感觉真见笑。咱之前为了是一个代志，有淡薄争打，我即马都一汤代酒，希望你看伫个阮爸的面子上，咱笑笑就转过。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哦，哎，看恁就知啊啦。这做人啊，是温州人，还是朋友，都一定啊爱到尾啊，才看会出来，才知影，对不？阿郎，我给阿头插掉。这份工作要处理个细节，我来去提医药箱。好，你进去。来，免你加步啦。这是啥？嗯。你敢不知道？子彤跟相片，那在你手机内底。庄董诶，你是倒一手去藏着哈？我替你打后解绑。打啥物打？江少卿，你甲我讲清楚，你无缘无故，你去调查阮子彤过去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好啊好啊，恁肯定真的啊！恁怎么今日要跟伊后生合作？啊，伊调查一下，这嘛真正常的啊！我相信哦，迄相片嘛是子彤少年时阵捌代志翕的啦。迄是子彤哦，互人骗去翕的啦！做唔着代志的人，是迄个笨手，是迄个渣男，唔是阮子彤呢。白白拢是查某人，你闲到要安尼超过伊为难阮子彤？你到底有同情心啊无？我只是公事公办，想要摸清楚状况。你这个下游厂什么家属？你凭什么直接问我？特别我是受害者的妈妈，枉费我正经。我搁一直安慰子彤讲，心渣无过，那是你有心要甲抹呢。我搁今仔日才知影，根本都不是安尼。你就是存心要甲阮子彤赶走。啊！不过因为你已经跟子彤签约啊，你阁无愿意去付迄个违约金，所以你就做后步，想要逼阮子彤主动解约。你这个查某人，心肝哪会这么恶毒啊？哪会叫恁查某囝离阮后生较远呢？我无爱这种连保护家己都袂晓的查某囡仔接近阮囝，安尼会造成将军的负担。你有偌了解阮子彤？你哪会知影阮子彤是一个软弱的查某囡仔？你敢若看到一张相片，你就看一个影，生一个囝，将军有你这种的妈妈，真正是伊的不幸啊！你查某囝有你这种差别妈妈，才是伊的不幸。好啊！既然哦，大家拢无想要食饭，来。去客厅，大家饮茶，吼。哎，来啦，这吼冬瓜茶，饮好甜甜，吼。安尼哦，大家都较好嘴的，卖啊一见面啦，就安尼，冤家那跟冤仇人共款。紧啊！不要压起来啊！敬一个大家讲和嘛。我未敢保证我宝贝查某囝的人讲和。丁王啊，我是你的人客，哦，你就算讲哦，和我一个面子啊，就莫甲伊说斤计较，好不？我知影啦，啊，今仔日哦是说斤唔对，我等下就叫伊甲你回一息嘞。
好不好？哦，小姐啊，啊，你平常时都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啊，啊，你今仔日那变个这么离谱，啊，好啊啦，都家人啊，负责系列啦，好不好？哦。是的啦，我就是想要救我后生，无顾虑到恁查某囝的心情。我即马用这杯茶，向你阿哥止痛回事嘞。既然你都已经安尼讲啊，那呢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啊，不过谢不回你。哎，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啊，什么代志哦，都应该以和为贵哦。人跟人的相处啊，才会当安尼孤孤单单嘛。哦，李当诶，我知影，我拄则有答应你接受中当诶道歉，不过我诶心内真正是未得过啊，我诶子彤，伊是一个足善良、足单纯诶查某囡仔。是安怎？伊爱受到这款的侮辱，啊！你话我这个做妈妈，所该保护都无法度。看起来啊，你将梓潼啊教了足好诶。啊，参照我诶素还啊，伊是我诶高查某囝，啊，自细汉啊，着甲孝甲吼，会当讲是。爹也是，爸也背，啊，就真细腻的安尼甲保护啊，就希望伊当安尼一世人平安顺遂、健健康康的。结果咧，嘛是目睭紧紧哦，看伊有哪安尼拐走，我即嘛是要见伊一面。都被打了。啊，你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啦。哦，啊，虽然讲，啊，你甲你的查某囝分开遮尔啊久，啊，你拢无法度陪伫伊的身躯边，这是一种足大的遗憾。啊，不过，咱会当换一个角度去想啊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啊，你即马甲你的查某囝哦，才会搁较珍惜一份遮尔啊难得、搁珍贵的亲情，敢毋是咧？啊，你哦，你的心都放较开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即马哦是好命呢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原本哦，我是想要安慰你啦，结果煞去有你安慰啦。奇怪呢，我唔知安怎吼，我接受到你的关心，我感觉我跟一个爸爸同款呢。我若是有这荣幸哦，做你的爸爸，我嘛感觉足好个啊。哇，来我来，来来来，看不看？来来来来来，七姐七姐，哎。你把亲戚的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问啥？做你问啊。那呢，你对宋凌峰有什么感觉？你捌见过宋凌峰啊？
你敢对伊无任何感觉？你问这是真正是问个莫名其妙嘞！阿妹，我对迄个宋林红妹哪有啥物感觉啦？你问这到底啥物意思啊？我今仔陪地青坡去宋林红因家，我嘛唔知因是安怎形容熟识，这气势歹面，而且地青坡去因家食饭，而且还要煮地青坡的手落菜。宋林红当年嘛要出意外，跟我同款失去记忆，后来由宋美华救起来，佮抢走因翁林国庆，变作大宝。迄个林国庆是做医美的，敢讲宋林红这张面拢是当鬼。我看你今麦这个表情。你是不是靠袂得赶紧去宋林浩的身躯边，确定伊的身份甲来历？假使伊若是去啥物，反过头来找你，你就准备甲伊团圆对无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这是卖激动啊吼！他真讲伊是真正的受患，伊嘛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受患啊！伫我心目中的受患，都敢那只有你一个尔。你嘴安尼讲？啊！不过，伊是有可能是情欲，佮神秘的亲生妈妈，你敢拢袂思念伊？佮再讲，万一真正佮地震破，袂晓嫁小林啊！你为了保命，你敢袂规个人活过去？无你甚物？是我当作会出卖太太的人，为着要保命放杀伊，去抱宋林红大腿，我敢是一个无品的人啊！唔，那敢那为了保命，当年你遐尔爱真正的地所话，敢讲你拢袂怀念伊，想伊，你为了要怀念地所话，规间厝拢是伊的旧衫，啊，佮伊的物件，甚至你佮千辛万苦找人调配出肉食食的芳味，你佮讲伊是精品，我是死阿花。干那伊才有价值，我啥物价值都无。这拢是我一时气话啦。我讲遐话，都拢毋是真心的啊。我用你话实的啦。地所的这三字，在我心肝内已经是代表你啊。都真讲，你毋是地青埔的地所员。你嘛是属于我万刁万的地所员，是真正的万太太啊！这上索近一个近男，都无好意，伊就是确定你是别人，唔才会走去甲地青埔报告，找太官对我下手，想要提我的命，那是因为你的无用。但秦鹏才暂时无对咱出手，他们讲那是真正的受完出现，伊就无一定会继续对咱手下留情。等待把握时间，赶紧出报。万一宋林鸿真正身份也确定啊，你打算要安怎？要安怎对待伊？你即摆别问阿姐啦。因为我根本都想袂清楚，但是生命甲真个亲生妈妈，啊，家家都是个身份尔，啊，若其他个哦，早都已经甲我无任何牵连啦。你莫怀疑我会反背你，去找迄个宋林红，我甲伊个婚姻哦，早都已经无感情啦。难道会白做伙？不知道为何这个家？